欢迎来到 Sunday Whisky 协志跟你说。哎，今天协志要跟你说什么呢？今天协志要跟你说怎么样才是正确的品饮威士忌。其实在台湾呢，喜欢威士忌的朋友是越来越多了，但是大家对于品饮威士忌这件事情啊，可能还是存有很多的问号。对于很多没有喝过威士忌，又或者是想要接触威士忌的朋友，都会觉得天哪，40度以上的酒精好辣口啊！或者是跟朋友之间在一起喝酒的时候，总是一饮而尽。我就要告诉你，一饮而尽，你是没有办法品饮出威士忌的美好的，因为威士忌有 80% 的美好气味都是来自于嗅觉。所以今天协志要在节目里面告诉你们怎么样正确的品饮威士忌。当然首先你必须要找一个非常干净的一个环境。我指的并不是东西有没有乱丢，而是气味的问题。如果你今天是在吃麻辣锅啊，或者是你刚刚客完了什么炸鸡啊、 BBQ 啊，再来品饮威士忌呢，其实基本上呢你也感受不出什么。所以你必须要口齿清新啊，然后呢环境不要有太多的气味，包含香水哦，或者是家里面有一些什么如果你正在煮汤啊、煮菜啊，其实都品饮威士忌都会有一点影响的。有了一个干净的环境之后，找到一个正确的杯子之后，会在某一集再跟大家说明。找到一个适合喝威士忌的杯子之后呢，再来将酒倒进杯子里，先让它放置大概30秒至1分钟左右，先稍微的醒酒。当然也可以不需要，但是醒酒这个动作其实还是有必要的，因为必须让那个香气啊在这个杯子里面先围绕哦，先充满了这个香气之后再来嗅闻呢会比较好一些。下一个步骤就是拿起杯子，好好的细细的静下心来，来闻一闻这个威士忌想要带给你的风味是什么。有很多的朋友可能在第一时间都会觉得说，我只闻到甜甜的哦，酒精感好重，这都是正确的。为什么？你要慢慢的打开你对于嗅觉跟你脑袋里很多图库，还有可以想象得到的食物跟物品之间的一个连结，这是要慢慢训练的。先去嗅闻这个威士忌想要带给你什么样的风味，它是有蜂蜜呢，还是带一点太妃糖的味道呢，还是有海盐的味道呢，是花草系的还是果香系的，自己去慢慢的感受去了解，你就先得到了第一个阶段的这个品饮威士忌的第一个阶段 的入门、哦、然后第二个阶段就是喝一小口威士忌放到嘴巴里面，慢慢的让口水跟威士忌的酒液做一点混合之后，才慢慢的吞下咽，让酒液流入你的喉咙中，慢慢的吞下去，你就可以感受得到这支威士忌要带给你的风味是什么。因为威士忌是酒精度40度以上的酒，在经过在口腔里面经过跟口水的一些作用之后，某种化学作用之后呢，可以让威士忌的香气变得更奔放更鲜明。在这个时候除了降低酒精感之外，这个香气也会非常的香醇，入到喉中你就可以感受得到，哇，第一口进去之后我感受到的是什么，蜂蜜或者是焦糖，还是带一点可可还是带有花香调的，什么花，是玫瑰花的花香吗，还是有一点茉莉花的花香，自己去打开你脑袋里连结的那一个图片库，又或者是记忆库，这就是正确的品饮威士忌。入喉之后你才可以感受得到这支酒想要带给你的风味是什么，另外还有尾韵想要呈现的是什么，它长不长或者是比较偏短，入口之后是不是变得有点辣辣的苦苦的，它是新香料偏多还是有点苦涩，有点 dry 就是比较干，这都是你的感受。品饮本身就很主观，但是就是要请你们细细的去品饮这个威士忌。如果你可以做到刚才协志说的这一些步骤呢，你就是一个可以正确品饮威士忌的达人专家咯。